好沉，鬼鬼祟祟的上了车。请注意，我是立刻尾随他上了车。我发现他去了四车厢包间一，十分钟之后他出来去了三车，过了一会儿之后6:01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稍等，你就一直是尾随，没有跟他接触，没说话，没打照面。打照面就是你没有暴露自己，还是你就跟着他一直跟着，暗中跟着？我没有，我当然不可能是，我当然是怎么？我知道你说的就是尾随嘛。这样是，我看到他没看到我。你说的尾随就是这样吗？我看到他没看到，就是。但是你踢他鞋那么小，他听不到吗？是吗？就是一直尾随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踢他舞王呢是可以自己控制的，像比如说我可以走出这样的声音，我也可以走出这样的声音。好。